我们要讲废寝忘食的成语。跳跳，该吃水果了，你要吃吗？我不想吃，我想努力学习。好吧。已经十点了，该睡觉了。我不想睡觉，我想看书。好吧，那你再看一会儿吧。废寝忘食的意思就是你专心做一件事情，忘记睡觉和吃饭。